准备开始做饭了，嗯、好不 好？啊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规矩是不可以吃对面对的东西。你这个规矩不是让你们自己？就是我们有骨气，我们有骨气。好，那就开始做饭，好不好？好嘞。OK， 好。好，加油。我们没什么好做的，为什么要整？好像很多东西做一样，这还是要，对不对？还是要乐观积极是吗？就是啊，你就过去那边，就我们的地方，过去，滚。好，对，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？来，我们有什么？没东西可以做，我们先拿这个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面打成粉，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面条。用这个做面条？对对对。丽颖，我们用你的米做成面条，哎。啊？好不好奇呀、啊？怎么说，王老师？我想做一个那个派的，什么西班牙海鲜饭？西班牙海鲜饭。对，王老师要给我们做西班牙海鲜饭。西班牙海鲜饭，海鲜饭，听到了。我们要拿米做面条，米做面条，米做面条，米做面条。哇，米做面条。西班牙海鲜饭，米做面条，米做面条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。西班牙海鲜饭，米做面条。西班牙海鲜饭，西班牙。要不要坐下？要不要不要喊了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们一群人在干什么？在干嘛？我帮你淘米，淘米，淘米。哎，我没有围裙吗？围裙没有哎，有吗？有，肯定有围裙。哦，围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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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，哎，这不有点太高哦？不好意思，你要给我做成抹圈？不是，这里。OK。Are you sure about this? Yes. OK， 围裙，多好 ！It's fine. It's amazing. Amazing. 哎，哥，围裙好了。哇，围裙，围裙，围裙，像晚礼服一样。啊，这个厨房站了八个男人。现在开始了。好了，哥。哦，谢谢，帮我把这个洗一下，好吗？好。我把小米手洗一下，对。行，好，谢谢。你会做饭吗？我会一点。我们做个红豆沙。什么？好香啊！他们的香吗？他们的。哇哇，好香，好闻啊！妈呀！王老师，你在干什么？已经很香了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你用到了查理王。我在用查理王的这个茉莉花茶啊，我做一个茶豆。哇哇！好，做了一个那个鸡蛋。我现在正在用查理王的茉莉花茶做王者茶冻，所以算甜品吗？可是查理王的茶是无糖的哦，是无糖的，不用加糖，你就要它那个茶香。我用的是茉莉花和这个茉莉的茶，核心其实是健康、零负担，口感呢自然回甘。啊，冻到它速冻区吗？对，冻。没事，我们有小梁，而且我们等一下可以闻着他们的香味吃我们的美食，不会输，不会输。什么闻着他们的香味吃我们的美食？好可怜，好艰辛，看你们。哇。哦、oh, hey. 我们也开始香了，对对对，哇，太香了这个。香吗？香吗？香吗？哇，这个 scrambled egg is 可以可以，真的可以。烧杯。